这个三十二题。三十二题这个题目，它的意思是说，这个外面哈大气压力是等于那个七十五的，外面大气压力是七十五公分的孔柱。啊，一开始哈，这里的那个空气柱长是十，啊，这里是三十，所以总共呢，空气柱长度是四十啊。然后这里孔柱十八，这里是十五。好，那它现在是说二十七度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啊，你如果把温度下降的话，这里压力下降，它就会过来了。那你如果把温度哈增加的时候，它就往那边推。但是哦，我们就是说，如果时时刻刻平衡的时候，这个温度加到呢某一个时刻的时候，就某一个状态了，某一个 x 的时候，你在什么呢？你在往前推的时候，它这个平衡温度会下降，就是说你温度慢慢加嘛，加到呢那个温度最大的时候，那你再往前推，这个时候温度就会下降，也就是这个有一个最大的温度值。当你把这个管子维持在那个最大温度值的时候，它越过那个最大的温度值，它就会加速的把这些水柱把它给推出去。也就是说，你要把那个呢水柱推出去的话，你至少要越过那个最大值。啊，那个最大值就是呢，要把这个水柱全部推出去的那个最小温度。那我们就要求那个什么呢？时时刻刻平衡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最大温度。好，那是怎么做？好，首先呢首先我们知道这里面的 PV PV 的话跟什么呢？跟温度成正比嘛。好，这里的 PV， 这里的 PV 比上这里的 PV 是等于这里的温度比上这里的温度。好，那这里的 P 我们假设假设推到这里这个是 x 距离，但是 x 距离的话，这个总长度是33嘛，所以这里的33减 x， 那这总长度是28。那28，所以这里应该是 x 减5，就 x 减5是怎么来的？就28减掉这个，后来呢，你两个把它相加以后就是28，33减5是等于28。好，那所以我们就知道那这个时候这里的压力多少呢？这压力 P 上是等于了，实际上是等于那个76也没有，这是75嘛，就是 P 加上 X 这一段是等于75，也就 P 事实上是等于75减 X。 好，这里的 P， 好，这里的 P 是75减掉 X， 它乘以呢这个 V， 我们以空气柱的长度当体积，就30加这个，就25减 X 嘛，它除以多少呢？除以这里的 PV， 这里的 P 多少呢？这里的 P 加15是等于75，所以这里的 P 是等于75减掉15是60，这我叫 P1， 这叫 P2 好了，这是等于60，乘以多少？不对，不是等于，应该是除以，因为这两个温度不一样。60，乘以多少？空气长度是40，这跟呢温度成正比。这个温度讲到大 T， 绝对温度了。这个温度多少？273加上27，这是300。300。那这样的话，约分就等于多少呢？三二得六，所以75减 x 乘以25减 x 这个是等于8 t 啊。那这个呢，它会有极大值，这个极大值就是等于这个 t 的那个极大值，那个极大值就是我们要的。你只要加
加温加到那个极大值的时候，它越过那个极大值，就会加速把这个什么水银柱给推出去。好，这8T 等于多少？等于负的 S 平方8加上多少？还没有，这变正的。X75减 X， 它乘以多少呢？这个不一不对吧？这应该是减的，这个加这个，就30加 X 减5，所以应该是 X 哈加上25才对 ，X 加25才对。哦，这样的话才会有极大值。哦，这首先要小于 S 平方，然后呢，这负25嘛，这正75，所以是加50啊。然后再加一个交叉项，75乘以25。好，那这个我叫做 Fx 啊。当什么？当 x 等于 2a 就是负2嘛，负 b 负50。当温度哈，没有当 x 啊，当 x 啊，这个不是温度。25的时候，它是8T 有最大值。那就把这个25带进来，就得到8T 等于多少？25，但是50啊，25也是50，就50平方了。8T 等于50平方，所以那个让它能够什么把所有的水银柱推出去的那个最小温度是等于多少呢？8/50，哦，50乘以50，那给它除以4好了。所以4的话，这个就是，这个叫2500，直接除好了，2500除以8，3824，10，8一个8，20，826，40，85，40，所以是312.5K。